赵丽颖可以说是娱乐圈里事业心比较强的女星了。从配角到主角，从小透明到顶流，赵丽颖的努力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，拍了一部又一部口碑作品，从而被网友贴上了实力派演员的标签。唯一感到可惜就是赵丽颖跟冯绍峰的婚姻了，两人因戏生情，即使在赵丽颖生子休假的时候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剧还在热播。正因为如此，赵丽颖的热度从来没有断过。之后合作王一博主演的古装有匪，在剧中饰演侠女周匪，一代大侠男刀的后人，破血刀祖传继承者，四十八寨大当家的掌上明珠，迎刃而上直剑天涯，砥砺成长为威震四海的武林王者。而赵丽颖跟王一博作为主演则吃了这部剧的红利，人气大增，而王一博作为偶像出道，如今也成功转型为演员，而且演技尚可。在热播剧《风起洛阳》中，王一博虽然是男二号，但是演技在线，古装造型也非常在线。毕竟在《陈情令》《有匪》这两部古装剧中，王一博的古装颜值非常高。《幸福到万家》编剧是赵东林，曾经凭借《红高粱》这部剧入围第2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。而且《红高粱》这部剧至今豆瓣评分高达 8.4 分，是一部口碑剧了。而合作的导演则是郑晓龙，金婚、甄嬛传、芈月传等多部好作品，而赵东林和郑晓龙可以说是多次合作了，想必这次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。